这首歌叫《长途夜车》。
最近来自周星的这首歌是 This is Love， 是吗？说了无所谓，我那一天一见没机会。
转角该做就要，我们好梦好到天堂，想找归属才多一双猫，生命在脚步乱活留下了一丝长，时间在倒不过一抹淋湿的微笑，在所有的时候境遇里执着
我有些太远了，找不了你，我有些黑暗，我都一样。我在记忆寻找那里。Thank you.
毕竟来自这首是阿丽送给的，我们有一种悲伤。
五月天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谢谢。
Thank you.
谢谢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首歌对对对，李玉刚，刚好遇见你，谢谢。那我就直接唱了。那我今天的表演是到3:30，好，所以我今天我就要带来这一首是最后一首。那你如果喜欢我的表演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下粉丝专页，你在 FB 搜寻3J3S3L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，3J3S3L。那如果你是用 IG 的话，你是用 IG 的话，中间的 S 再多加一个，就是3J4S， 然后3L。然后 FB 的话是3333，那就是这一个。好，那我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放在最后。如果你有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这首歌你一定会听过，而且会印象蛮深刻。通常都是放在最后一首。好，这首歌叫《转眼》。曾经了，世界曾疯狂，爱情曾真。
好不好？我拍照嘛。好，跟叔叔拍照，来，来这里，来站那边，旁边。来，等你，来看这边。走路可爱。好，那我的表演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，可以帮我按一下粉丝键，就是你在 B 搜寻三个 J、三个 S、三个 L 就可以找到我的。哎，有报吗 ？Angel 姐。你在 B 搜寻三个 J、三个 S、三个 L。如果你是用 IG 的话呢，是三个 J、四个 S、三个 L。好，那我今天表演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。